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、台湾民众党党团共同所提再修正动议及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均相同，不予增订。请问院会就国民党团、台湾民众党党团所共同所提再修正动议及民进党党团再修正议通过，有无异议？有异议没有？无异议，无异议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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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异议，好，有异议，我们现在。有异议。报告院会，现在民进党党团针对自己所提条文有异议，所以我们进行表决。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，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，我们现在进行举手表决。赞成民进党党团提议，请举手。我们是赞成。